国语有声善书。武庙明正堂善书改过积善修福，主祝仙佛为南天福神。南天福神降，盛世无今夜降祝改过积善修福。积善篇第十章，善养中正。人之为善，不论现行，而论流弊；不论一时，而论长远；不论一身，而论天下。又如非义不义，非礼不礼，非信不信，非慈不慈，皆不宜偏正。何谓正？何谓偏？善是正，恶是偏。以善心而行恶事者，是为正中偏；以恶心而行善事者，是为偏中正。善恶之别，但看其对社会以及世道人心是否有影响来评论。昔吕文义宰相，其丰功伟绩为世人所敬仰，于老时告退还乡。同乡有一人喝醉了，牢骚满腹，见了吕老先生破口大骂，毫不留情。吕老先生当过宰相，度量大，且有涵养，知其喝醉，不与计较，于是闭门谢之，且不在意。第二年闻知此人因犯案被判死刑入狱，吕老先生知道之后，使之后悔当时没有把事情处理好，如果当时能跟他计较，将之送到衙门关他几天，好让他有个教训与戒心，那今天就不会落到死刑的这个地步。他因心存厚而成其恶，这就是正中偏之利也。又如现今社会为非作歹者多，强奸害命或抢劫，一旦被捉到，必定受到世人不平之殴打泄愤。此等情形虽然不好，但给社会有个明确的认识，坏事是不能做的。同时如警察为了治安捉匪徒亦以枪面对之，或杀伤或致死，这是同样的道理。不如此，治安无以理治，这都是偏中正之利也。善恶当养其不偏不倚最为理想，所以世人当小心抉择，不可丝毫大意，让善能光明呈现也。
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正在募款兴建凌霄宝殿，希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